里是火车站，现在要去赶高铁，还剩五分钟，出发，出发！我跟你们走，我不认路啊。首先是我自己第一次来去高雄啊，然后是去表演，然后顺便有时间就去玩玩这样。这一次也是去支持一下我的朋友们，他们经营的一个舞蹈教室，超级棒。Ran away with my life, fast forward, never turn back again. It's kind of funny that the more we pass time, the more we need to set them rewind. 睡醒了，落枕了，好痛哦！各位，我们到了，其实还挺快的。Let's go. 不睡好好的，睡完觉得睡不醒，好困哦。很赞呢，感觉。也没有想象中说要会特别热之类的。Hello， 欢迎来到兄弟。好好，你介绍一下。啊，从哪里介绍？那是我看你介绍好了，这个包包非常可爱。Hello， 这是兄弟的柜台。大家可以打个招呼跟 LP。LP， 好漂亮啊 ！LP， 我从第一段开始啊，第一段，一开始开。大概百分之六七十就好。你要吃吗？我觉得蛮好吃的。胡椒的一个吗？是吧？好。好。去哪里？60/20。60/20。这没了吗？四个了。然后这是80啊，韩国一颗。韩国一颗180。然后再来一个。我想要获得一个香肠。很诚实的反应。你要打同一个的、啊。暂停，反正碰到你。
就是你可以扶你自己的手腕就好，手腕。没有点再闪，没有点，来再闪最后一次。哦，十一点有两只，两条，两条。啊哈，终于，谢谢。所以花了80块买了两根香肠，也很好啊，开心开心。我没有吃啊，谢谢你蛋饺包一份。哇，这么大一份，超级快乐的。你知道吗，我这样拎起来我被这里吓到了。可以，谢谢。哇，谢谢。 OK， 天啊，好酷耶。它开动哦，好酷啊！但这个真的很大一份，好大一份。我要剪测评。挺脆的，我比较喜欢吃脆皮的。嗯，由于相机没电了，所以接下来就是用手机试录。我去决定再挑战一家。我要剪这家看起来比较好吃，因为刚才朋友只跟我说隔壁那条街的蚵仔煎好吃，他没说是哪一家。但刚才那一家就有点可惜，对，有点可惜了。对，既然都来了，来都来了，再挑战一家吧。哇，这家的看起来很赞呢，这个是双蛋的蚵仔煎，来吧。我不客气咯。哇，这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它比较软的感觉。其实蛮期待它的酱的，它的酱颜色跟别家的都长得有点不太一样。喂，超级圆圆。
天哪，天哪！我先做一下下吗？你不知道我这几天都有做吗？我知道啊，但是我以为你只是在拉伸，不是因为想说你这几天有做吗？有，他昨天有。你说半夜的时候吗？吓死了！